话呢，那身体会有一个混乱，因为它是讯息啊。明天应该来三个。二十个的跟你讲二十个不同的讯息，那身体未必接受得到所有的二十个讯息，所以是浪费钱。你有来上过吗？没有，你去过。今天是第二次，然后第二次他那个他是胃状很正常，然后你也知道他就怪，他就有点不测你。介绍过而已。他就说这个东西害我。有肯定有。对啊，那你怎么样？那我解释给他听，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吃之前，我已经解释给他听了。有些人解释的好像听不到这样子。对对对对，那像你在台湾，有些人他很懂法律，他在告你违反刑事法或什么。他告我，我可以请他拿这个去化验啊，看这个对他的身体。是你要举证，不是他要举证。他告你的时候是你要举证。他去医院去验说他这个状况，然后他就告你伤害什么。没有医院验的，因为这个是能量，医院验的验不到的。对对，可是像台湾的话，就是很把西医当作是一个科学，当作一个证据。那你表现出来的症状就是那个样子，所以在法院上认定他不会看能量，他就看你的症状出来是怎么样。他说哦，你给他吃这个东西就是。对啊。可他原本就有一个症状，就不能够怪我了吧？对吧？不是，我是说。这个就是有点以医师法来讲，有点检察不是重点是，所以我们重点是检察官他不懂。对，所以在每一个人在我们会给顾客填一个字的，会给他签名的同意书，对，我们会给他签名的，所以治病去找医院，对，事先声明，这样有改善了多少？那对，改善了一点点，可是还是属于很高的部分。可是他身体焦虑增加了，可是他的身体的器官平衡又增加了 ，OK， 这个没有什么大的改变。我看一下，照一下。你的这个不是最好的个案了，可是用一边手。用一边。啊。表示用一边手你也可以啊。是可以的。也可以看到那个差别的。不是，这个是刚才的哈。嗯。可是心经跟小肠经有改善，改善了，有改善啊。可是脾经呢，它又没有改善了，阴阳比较平衡，所以它的那个比较平衡了，比较平衡，它的能量的每个人不一样，提高两趴，就是看你的身体的能量层次是怎么样。那有些人吃的比较表面的话，你吃了就是立刻体现出来，全部脂全部都很好了，可是有些人吃了之后呢，它就会变得比之前更不好，会有这样子的，因为它是看你现在这个能量的层次，你这个身体对这个东西的反应是怎么样。我们看第二个人好不好？好。第二个人很年久了，你几三个现在就是？我在。哦，你看你家过去。好，名字。检察官来上课，我来帮他喷一下精油。现在台湾的会比较安全。你现在也知道，知道比较快。阴巴的，阴巴的，我都讲了，你哪看？我就是跟那个贾美超的那个洪教官，就是那个贾金国那个四位，我跟他一起，他也在。这里也都把脉来，现在放出来了。他跟检察官讲，民主自治度。第五的地库，那检察官好年轻女生嘛，听不懂什么是地库，就是你们不是要给关公的肉身用的，没有办法处理啊，关公的肉身，然后那个美金是，我是大美，不是那个是真的，大美，你结果没有，当初新闻报是这样，阿后来他们现在翻嘛，他有过激啊，然后那个那些美金检察官叫他们交回来，哎，那时候已经撒出去了，鬼扯。不拿出来。对，他讲这种老故事，检察官都不知道，乱判。他要检察官。大师，他主要是这里有一个负能量，他这里没有，所以要看哪一个比较好，可以帮他。心嘛，对，心嘛，他这个点有问题，所以你看他。大力敲下去。他的穴位要怎么处理？极前穴那个筋要把它挑出来。在这里。在这里 ，OK。这边是淋巴嘛，来，但是它是在这里，去垫好，来，你给垫了的话，你手上把它垫下去，大拇指，对，一个一个。
还是要这个用起来。非你不吃的东西哦，哇，很香哎，那个是薰衣草吗？没有，有大吗？二十几个薰衣草吗？五个，来我先吃。大哥，我之前有见过你啊，在这里。来这边上课的时候，是不是？好像是吧。可以，你现在是在做一个菇类的吗？巴西蘑菇啊。要不要松一点？其实嘛，你不能。有我们这个哈，从种哈，从选种到种都有专利，到萃取都有专利。那现在就通过了，现在要做人体试验，跟木苗樟汁要合在一起，做癌症的那个。我知道。那个医学会议啊，是日本的嘛？那个邓耀雄，高水。对啊，邓耀雄一直要。我去帮他，你退休啊？可是临接两包，临接两包，大家在反弹，你叫我给你做，他们不能干啥，所以呢，不多，他们变成两边差外，我是心机良好，中国大师嘛，不差不多都要吹过。那这个是木质的东西，那个中科院，这么说啊，你谈什么话？中科院财宝，病病到零九，开始去采样，研究，就驻守在零九。那个博士是邓耀雄的，不啊。今天又来这里，我要测能量用。现在台湾就他在那边再重新找证据，到底是可以治癌症？可是你要吃的话，你毒性牛樟芝对，牛樟芝哈，它本身三点就是毒溶剂，但是哦，外面这个野生椴木的那个牛樟芝很容易被感染，所以感染以后被你毒，所以现在新的就叫做培养皿，就是在这个环境里面没有其他外来的。新店哦，有一家工厂，培养皿的，那个是邓耀雄的姑啊，我们两个都去过，伊都用培养皿，啊也熟哦，较无遐干遐熟，遐淡，有没有？对，遐是因姑啊。因为我们现在哦，就跟那个生物技术中心的有那个合作，啊，他本身哦，就这个。他这个国家单位，经济部的单位，你也可以去上课啊。我们菇类的这个数据很多了，日本研究很多了，所以牛樟芝哈，因为只有台湾才有嘛，所以它的数据哈，国外还不承认。但是它的功效哈，现在就是试过的哈，就是说有用，但你要有个很那个实质证据来说服人家，而且。医学的东西哈，把持在李长雄啊，生姜啊，生姜是不是很好？我也一定会。诶，这地方。你们比较舒服一点，有哈。生姜不是很好，对。他那个李寇兄那个东西。诶，毒，要不要检查？你牛樟在，牛樟你在床垫在涂吗？是啊，以前给兄弟有传染，不是野欢哦。所以他们在处理时阵要很小心。我不拿，可不可以检测？我唔知啊。我会拿到我手上。哎，我不想老是。就感染，就外面的菌跟生姜一样啊。然后，所以上到发霉，对，那也不错啊。没菌，没菌的，因为这大自然充满了很多菌。只要简单有一些是说我们习惯的话，我们习惯的话，我们看不下。那如果啊，你就不用吃它的花现在很多新的，其实我就连接流感啊什么的，就感染啊，排鸟。夹带来的，那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跟他对抗的那个抗体啊。我们明天吸入六点钟再去哈。重我要先回去再去。代谢。没有啊。代谢在家里。什么味道？借我点一下，刚才那个。啊，可是我等一下要吃这个。闻一闻是吧？闻一闻就。强啊！来，我借我一下。刚才那个茶的味道。那啥东西？我调的香，闻一下，能量场，能量花草茶。可以泡吗？可以啊，因为今天就是为了这个要拿到茶来，再过去就。所以我是想说要不要第三天？先，第三天还没有喝以前，要检查，是要泡的还是煮的？泡嘛，香，真的很香，这很珍贵啊！哇，里面很多东西，这很多东西是我，我的意思，我们要不要？我不想，我还是要再来做我能量检测。老师，他不给你批啊，叫批姐。
现在能量能量啊，这个就是有科学根据，对的，到底是什么能量？嗯嗯，这是什么能量？对的，不然宇宙能量是太空泛的了。你哦，可以买机器，是光啊，太阳光，还没动之前先照用一次，然后你动了以后哦。再照一次，就比如说不一样，热的能量，看你不改善，对啊，是光，没有光，光里面的磁的能量，电的能量都不一样的。它可能就是一种那个统称吧。带状性炮，所以我们现在讲能量讲的带状性炮枕啊，现在可以更精确来量化它。带状性炮枕，你这能量是正能量、负能量是什么样的沙袋能量？然后间隔十五天就不见了。我是想说，如果可以让人变得更好的人的，看不到的东西叫这一边是正的，那首先正能量，那是幻想。那现在这个要换，那其实这个喉咙呢，就是大概是七十八千的人都会有，七成或者八成的人会有这个的，因为我们生存环境，生存环境，然后这个电磁波太过厉害了，哦，很多人都有的。那其实这个都是最大一盘，要做部分。像一包就这么多点水，泌尿是指健康的没有用的口水，就泌尿，对，我就泌尿。第一次检查，这个是什么？它这个我们是冠状血管，血管上面是看得到的点。那我们再看这个脉轮呢？哇，这么厉害！我也厉害。说你是，你看这个是怎么跑出去的？是蛮受外面的影响的，受外面影响，受外在的东西影响。哦，就是在这一边。都在外面，那么特别。嗯，有力的，然后你这边是特别大力的，看到吗？嗯，喉轮啊，特别。那个力嘛，小大力嘛。就是也许你说出来可以讲，可是你没有办法去讲出来。我等一下立刻吃，知道？好的。那如果是等下我再跟你这个阴阳啊，心经或什么其他地方的，这蛮辛苦。零大个的，可以了。压力一下。我五十二，四十八，不会啊。压。这个细则不要过细，这个是比较弱，冠状血管，冠状血管弱，冠状血管，然后这个什么结，什么横膝结肠，这两个是会比较弱的，其他还好，其他还好。OK， 能量储备呢，就是你的喉咙比较有问题，这个机器不错，所以这些全部告诉来，那没办法，是全部都是要注意的，是的，是的。我赶快来吃。好，我用另外一个方式检测，好吧？还有另外的方式。啊，能量检测。哎呦，那个刘大哥，刘大哥发福，还没吃以前可以看脉，那么胖啊，还没吃以前看脉，先看脉。同学，变红了。你不要讲吧。哦，几招狗还打狗。啊。你变好胖哦。还好吧。你真是没看到变好胖了。他是哪壶不开提哪壶，提哪壶，真是的。啊，我的名字是人字边。好嘞，啊，我看到你的胃弱，你心事多。人字边，你的胆比较弱。佩服不佩？你的心事，你的胃是表面。人字边了，你的前列腺变了。他们现在如果喝能量茶，我嘞，是先不要喝，然后再喝，都可以再测吗？对啊，先暂时不要喝了。暂时不要喝嘛，那喝了就不准，测不准了。我可以喝了。那这个就是上课的时候我们会教一下。塞住了，还有上课这么难。这个就是检测能量的。真的啊，有天赋的呀。对对。黄老师，他有天赋。对。我讲电话就知道。站着，很好。哎，带状性疱疹有吗？蚊子啊，我都没流啊，一块块。蚊子啊，我手放着哦，一次大概20分钟以内。我帮你处理的。连续三天。对不起，连续三天，没事，隔20分钟，15天后消失，十年带状疱疹呢？对，好厉害呀！他是在帮他疗愈，他是在做脉血角，他是电，他专门电，他都不好意思，人电人电学，他都这样电人学，他现在要他现在做生意可以拿起来，不见了，哦，也本来很严重的，他康复，完好如新。哇，厉害好！蚊子，我想要去大陆，我就想要表演这个。像你大陆看得到的，你请不能啦。可以啊，请他的那个，请主办单位准备一个 case。对，就是那个带状性疱疹，对，严重皮肤病，当场就把它对掉。没有办法当场，没有办法。他三次，我的经验是三次，他慢慢隔天就一直说。那好，老师，那如果
隔天就看可以看出来，没有，三天就看出来，十年了，哎，对，整片的。这种例子很多，然后我手袋给你啊，他们医院可以这样，你看，我手放着了，放这样，那我爸上的时候就放这样。徐老师，你要去吗？我没有去。你也不去啊？我老了，是变魔术了。还叫他叫魔术，不是治疗，现在不能讲治疗啊，我都说这是魔术。可以可以，因为他是气功医学，没有他魔术，然后那个那客人啊，他旁边好几摊啊，傻眼怎么不见了？好厉害！然后看到了呢，然后我就接着我就跑掉了，就是压力的层次，因为很多人找我嘛，我就赶快绕跑。那你这个功能已经开始是三码几秒，手比较快。只是说，那做看看呢。我第一个病人哦，好久以前是红斑性狼疮嘛，是，半个小时内，淡掉。那真的是狼疮，有的不是狼疮，医生说他是狼疮，那个当然，就是不是狼疮，有的是不是那个病都前他也看过，然后我压力很大，皮肤病哦，我去年有试过，压力很大。焦虑的，但是他那个不是带状性疱疹，带状性疱疹是上个月是，上个月，哎呦，马上你带两根感冒棒，然后我都不要钱，如果我这个，这个人，我要开心嘛，我没有跟你哥，我没有打你肌瘤了，我带来，他叫人家来。我的皮夹在车上你要跟人家换一张啊！现在34年的黄老师。你别说了，我测一下。我也算，我排行排第。他排第五个。第五个。快赶快先画心啊！哦，黄医师来了。哦。黄医师来了。好了吗？黄医师来了。老师，坐。坐了。黄医师那边也可以安排啊。黄医师是啊，对啊，哦，安排他去上，看九月份啊，他说要来，安排一下。对，我可以带着嘛，我想你多加点，我可以把那个带状性疱疹，拢免药啊，三年。我是第一次在台湾。三盖了，三缸了。所以我就发现，然后再建个社区，完全消失。每个地区其实那个人都不一样的。嗯，在马来西亚，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问题。有来的，在中国呢，几乎每一个人都有呼吸管道的问题。对 ，PM 2.5太多了，他们和空气比较太差了。嗯，在马来西亚，几乎每一个人都有。这好方便，有赖的。为什么？马来西亚空气不会比较好，很多的语言呢，很多的语言，人与人之间同时发生了，可以了吗？人与人之间的沟通。你吃了吗？吃了，这是在后侧了。哦。是，当我去上课的时候，那个苏联的教授他就跟我说，然后我写给你，其实有70%的人都是喉部啊，讲都有毛病，喉部跟胸部，量都是问题。就像你妈妈都，80-90%的人都有深色性，深色性的问题，对，都是深色，对不对？脉啊，脉总共是五色，都是沉色性。总是任何一个人都有这其中一种。都是这个问题，没电了，有没有插电？都是心脏的压力。心脏的压力。嗯。每个人都有他心脏的地方。对。啊，工作啦。没有那么麻烦，只要看一个人的眼白就知道了。对呀。眼白只是那个红膜。红膜。讲就是很多癌症。哦。红膜。传给我了吗？看起来。谢谢。你说看眼白是用红膜吗？就看你眼白白不白，就表示这个人有元气，好不好？有差吗？小孩子是蓝色，对吧？你看大家现在眼白怎么样？都不行吗？都不行嘛。谁？对不对？那再怎么吃蛋是还是那个样子啊？有好一点。浊了。对。黄了，然后可是可以治病。对呀，那来看刚才那个卖的。我就是那个。OK， 谢谢。对，尤其你这边有比较好的，对，比较密的，因为这边也是比较输进去的。嗯。你的这个泌尿系统的一个部分。啊，你改善很多了。然后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这一边。你刚刚传什么给我？看这一边嘛，看这样满了，对，是相片。洞没有了。你在这个相片把麦克。这一次好吗？把麦克打开，不好意思。再传一下，验证一下。传一遍就可以了。好看到数据，你的这个都出去了，这个还没有回去原位。
还没有回去，来好看。什么？我的眼力？跑远了。你回去啊。哇，这本来还有光环线路，你要先进去，真的是可能心事比较小一点，但是他那个他的脾脏里面那个弦脉更明显了一点。脾脏跑出来了，啊跑出去了，我跑更多，马上处理哈，还没改善的，但肾气起来了，来赶快喝一口，赶快喝一点能量茶。赶快喝点能量茶，再试一下。还有能量茶，还有能量茶。对，能量茶喝一杯看看。我赶快喝能量茶来试一下。对对对我喝能量茶再试。对呀。能量提升。再试一下。能量茶还可以试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喝能量茶来试试看。对对，再试一下能量茶。这里的。来。可是我比较有兴趣的，其实。哇，都是暂时性的。喝少一点，不怕。这个是刚才的。你要吃药，喝这个茶，把眼白变白了，那就厉害了。太烫了，太烫了，慢慢喝。可以，这样子不行啦，这样子会冷一点。我喝了，我才有办法。喝了才有办法。然后就闻一闻那个能量茶，用闻的可以。刚才我是心经，现在是心经，闻这个一样。可以闻一闻。差一趴哈。对。来闻一闻好了。现在有三个。闻一闻好了。你看就不准了，我讲了三次，还有很多，我还没闻，气来气了，不敢喝，对，这个就不准了，闻可以吧？闻就有能量了，我本来都来，好香啊！要是等一下再跟验证一下看看，香料我可以喝啊，你可以喝，你可以喝，来，杯子。给他一个杯子，里面的血你要拿着。不知道，有些人说不起，所以有些人吃了之后，他可能会有一些释放。哎，刘小姐，你要明天赶快来上课了。我明天我想来。铁定该上课了。你看一下吧。铁定该上课。要不然的话，我电话有过去的，相片上完课你就听懂了。对了，我上完课我就可以回归回归文字了，他是看个人的，这个话我不敢讲。他不敢打发票。哎呦，有你打过来的，我也不敢算的。哎，你可不可以给我闻一闻你的花草茶？我赶快再来测。赶快喝两口。可是很烫啊。什么花？怎么炒？哦，这个好多，我讲不完。这个二十几种东西，我用闻的可能快一点。二十几种，哇，你这怎么这么烫？很多种东西哈，以后哎，倒小杯一点，太大杯了。姨妈意思有传客，我喝了三口，我可以再测测。对，喝三口。测它的能量卡，可以吗？有图片吗？借我看一下。等一下，加持一下，看看测试看看。加持一下，看眼白后的量有没有，都是暂时性的东西。对对对对，你要根本性解决。对对对，现在有一些那个真的是暂时性的，比如说就是测那个啊，完正能量啊，那过几分钟以后又恢复又回来。因为你看他那个牧师很厉害啊，真的是二十几年瘫痪了啊。来，上帝叫你起来，起来了，起来十分钟就坐下去了，永远起不来了，那什么用呢？对不对？都是暂时性的。你跟我叫他去看看洗手间。最简单的验证方法就是验血。万一是有联络你吗？其实他说刚刚之前先去验个血，立刻给他能量，给他喝水，然后再验三十分钟。我都这样做，我的能量水就这样做，先去验水，验血，验完血喝一杯水，过二十分钟再验一次血就好了。哎，暂时性的，那个暂时性，西医他认，比较时间比较，不，他认，西医他认，他认同嘛？对，他认同啊，你其他的他不认嘛？对不对？然后你不是啊，不是说暂时性啊，你每天喝啊，喝了一个月再验一次啊，对，是，我现在癌症什么都是验血，不废话就验血。这个你有交卡吗？没有，都在上课啊。点点邻居，是点点邻居。田野菊。田菊哦。田菊就有点这个味道了。田野菊，田野菊。田野菊都是天然。哇，上课都关静音了。你待会再喝，吃完再喝。吃完再喝哈。那明天就不成了，就这样坐楼上，没有的点点啊。上课。在西路啊，我这边呢。教室，在教室在上课。那个叫客人，我已经预诊很久了。对对对，都在量那个，上次那个机器在帮他预诊的，对，是啊，全省啊，这个张的，我也去过。啊，你看你都一直在讲黄历的。58号八楼，很晚，八楼，
改善了。好，你礼拜二早上十点回来这里上课。因为我一直在进，一直在进。好 ，OK， 好。都是那么新的，都是新的，都是最新的资料。你可以礼拜二来这里上课啊，十点到十二点。扫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加一个，大家加一个。每个礼拜二有。再加一个。对啊，我是上。他还在酒店吗？麦医生还在。对对，他马上过来。我是有那个原理员。这计程车要过来。黑嘞要坐啊，文主任去迄落北戴河的啦。蒋潘哥。哎呀，黑嘞要来接啊。我发电子名片给你。站着就行啊。接。我刚刚买在车上啊。好，没关系，我就说我用电子名片给你。给你。谢谢。那有 LINE 比较方便，还有啊，对，拿名片也没什么用。对，名片会丢了嘛？就登记登记，不是把它丢了吗？就修啊，现在就直接 LINE 就对。没有，我名片不是做什么事业的，那个是那个中青会的名片，那可以不用。我们都姓林的。啊，你可以。你也别在那边出入。泡泡什么酒？高粱吗？黄酒吗？高粱。可是这样，这你这样加那么多，这个是含的还是？蚊子是不是你？蚊子啊！我把蚊子，我把那个电子名片发过去。蚊子，他吃到含的东西。蚊子，里面有肉。蚊子，蚊子是方案嘞，有肉三生的，我准备给分两条。而且我发过去了电子名片。北戴河的麦叔，香草，香草片，没错的。我很懂的，都有去上课的。那个学他没来，麦叔呢？我都去，是他那个。他这边刚刚听了，听周知道就是那个嘛，那个麦叔麦医师麦球，我都有去学那个香药草。你像那个，原来是他，女医师嘛。对。他说他搞不清楚。哦，你在锦华街，我在锦兴街。他，我登记他在那里。哦，是是，他是我们中青会的大姐，他是总干事。我在锦兴路爱我那边。怎么样？喝完怎么样？爱我。现在看看，看结果。锦兴路不是，我想去景美那边。你不是在景美那一带？我在锦华街啊。看你有没有归路。锦华街靠近罗斯福路啊，所以你说锦兴路。锦兴路是靠我。爱我。那个仙鸡眼。仙鸡眼。对啊，对啊。那我就在那里了。对对对。我还比较。锦兴路。我还比较。锦兴路，锦兴路就是那个。对，跟他要嘛。仙鸡眼门口就锦兴路啊。大约几号？202。202。我姐姐那边是十二号。来呀，明天来上课。我家兄弟哦，第五号。应该来上。第四，三老师陈先生哦。对。我另外两个刚我另一个。要把事情推掉。对对对对。我可以当教材。对对对。你就讲六号就。这个重要。哦，谢谢谢谢。下次不能，好好谢谢。是啊，好东西啊，谢谢。那天都抠给你们都不看而已啊。我在那个售票那边这里看啊。哎呀，可能有。谢谢。我按掉了，没事，你还要吗？对啦，我先问了别人这些，留给别人喝。我帮病人啊，互相不认识哦。这阵是皮肤病啊。OK， 可以了。另外一阵都是皮肤病的。那为什么会这样？然后他是狼疮的，就那一阵子都狼疮。哦。会连续。会啊，因为你看一个看不同人没有。你的。北中南不同，打电话来，我们互相不认识。这个喝了花糖之后，那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不知道啊。啊，如果我帮做金融的那一阵子，那一个礼拜都是做金融的，会这样，很奇怪。你隔壁那个是黄医师，好，你到前面去看看。黄医师啊，这个我十年前就已经接触到。哦，十年前。哎，那个时候是偏向在做癌症的诊断。那这个是好的。这个是我现在看，就是看它功能有没有提升。哦，对对对，十年前有没有？有在调，你重新再调整。以前十年前我买东西就用松散，有没有？你这边就这边跟这边是有点不一样，它可以调整，我们在调整。我买的东西，看那个医生买那个。我上次用那个一滴血，喝了花茶，正常有花茶茶，看它的那个血清扁的，它这个有两个，差很多。一个就是它里面还有小虫，我们血液里面还有小虫。吃了之后，你的能量提升，再加上吃的，每个人都有。有血，快点来看。看我的花茶，时间管理好早就讲过了。来到中间，就跑到中间去了，这里啊，对呀，哇，差好多啊，好厉害哦，不错吧？而且还在变化中，源头能量啊，对，差很多哦。我拍一下哦，还要把它调正一点，还要排正一点哦，太酷了。可是它能，那
还是有大有小颗。我的花草是源头能量啊。有大颗有小颗。至少有回集中很多花，对啊、没有回。大小还没有，那个是内满，是内满。您好，对，我是大小问题，排一下时间，可以吗？大小问题太难，那我再自己拿别的东西过来测试，可以吗？你们有什么东西都可以拿过来要检测。我有，我还很多东西。那就是说，也许上课的时间，因为这个是蛮吃时间的，那可能是上完课之后回去。很强，所以你们这个球比较差。不准了，因为那个被调，那个被调过了。马上有感觉了，好更好。我等下东西都很好，谢谢。快回去了。对，我排一下时间，看我明天可不可以过来。尽量过来，务必要来。一定要来，一定要来，快点来呀！为了见到老人家的福音，对呀，对呀，这样子很轻松了。对呀，对呀，谢谢，拜拜，小心一定要来啊！你那个花草茶，我再给你买一包。马上见效，你买免费灌气，马上介绍哈。刚才就不一样，马上灌气啊！免费灌气，要自家人需要灌气。你这是源头能量。来上课免费灌气。我的杯子。那你明天要来整天呢？灌气以后再来一个使用后的这个，对不对？拍照。对。应该可以看出来。至少男性就是这个证。1950。你什么名字？林女化了，我是刘昭华。是了。刘什么？对对，刘。刘昭华。拜拜拜拜。好，拜拜。拜拜拜拜。火飞的招了哈。上次我跟他说，搞不清楚谁打谁。那老师。好，等一下。这边的刘汉，我有打过吗？我有打过。这是对，他是属于会打。我打过。苏二的那个。然后他没有回答，我叫他要去检查。下个星期说。我如果看到你就是哪里？下下那个在那边，下下下下看到哪里？就是四号五啊。对对对，下一个号五。我慢慢过，我靠！我知道。哎，蚊子，那你要不要看？就是那里，蚊子。然后一直累，后来我就敢剪。蚊子，你的手怎么样？我最近这里受伤，林老师被学生抱了，太大力了，那个魔方。林老师。那个我不会，你给他垫一个。各位老师，那个刘什么名字？那个刘兆华。那个电话几啊？我是免疫系统，我在强项是免疫系统。没有，我是最近被学生抱太大了，咬啊，他跟我整个太兴奋了，跟我抓起来这样咬。啊，这有点那个我哪看得起这样咬？对，他跑给他的谁哇？这种表现也未免太兴奋了，太兴奋了，学生太兴奋了。我把它开启性能量。我的经验很处理那个磨福利，筋啊感觉太麻烦了。对，指甲。抱起来可以啊。哎，他就说，哎，怎么比较不会痛的？真的，这种姿势受不了吧？一般人经不起这样。他就说要调整他的姿势啊，他个人姿势，他平常调整那都要加在里面。哇，这点啊，动作这点。我也洗澡嘛，不敢来。习惯走路就是。还好，变形是最主要。自己转角会擦。我们身体的三个组织嘛，骨骼、肌肉、韧带。哦，这点啊，那整个骨膜。整肌了。这太扯了，这里。肌肉做什么？做不长。肌肉、韧带它不管。推拿按摩做什么？肌肉、韧带要自己调吗？不是，有方法。肌肉、韧带按摩师了，推拿师会调，但骨骼也没有办法。我这应该说是补的，所以要叫做小肌肉控制。好了，我看。你收了衣服，然后帮我看一下。不要弄正，肌肉正在。就这个地方，然后哪个地方？我就想讲，啊，这块掉对不？啊，你等下回去又恢复原状。那个东西，一般外面的，外面的大，说在家里做运动是吧？你是丹麦出来的？对呀，都空了。我的过程
现在的啊，你现在做每天一整啊。一整哦。气的调理。哦，这样就可以气功会了。不是。像如果你要测我的话，旁边摆一个病人，我会开始变化。那个病人离开又不一样。你会怎么变化？我的电场会提升，用一般的电表去量得出来，直流电。是哦，那你体质算敏感。我上过3D的，就是超遥远，然后我也在很多地方都用炮管测。有很多天生的了，我在大陆看了3昧真火，人家这样一点的头就烧起来了。然后头烧起来，3昧真火，那个3昧真火，像那个满张宝胜很有名，满脸豆子，天生的嘛。我因为啊现在呢还在吗？现在快死了嘛，快死了为什么？能量散得太快，表演太多。他在他这种能量是发的，我做那些啊，他烧自己的能量去点那个火啊，不点他也烧，就是很严重的那种散发嘛。豆子啊，发散型的，那就跟人一样嘛。隔天他到一个箭头就走啦，就是那个我都感受不到，我都没有摸到他。他走得快啊，就这样子。他们可能不在了吧？他现在还在上班，他是在啊。我怎么帮他呢？不是他来求诊，是我去办身份证。那说号码，他大约几岁？一整排小姐，应该是有他这样。只要在的话，应该是60岁办新的身份证，他说要15分钟叫我坐诊。但是人家把他当神供着呢。然后我要离开的时候，我跟他讲，明天你的豆子全部会干缩掉。所以当时我在开玩笑，对，不见得是好事。昨天早上我再去看他，远远的看到我就站起来，哦，全部干掉。我本来是一个玩笑，比较早起来。然后4天后再过去的时候，开始就脱。他现在还在上班，在户政事务所。再帮你测，再给你吃好吗？他没有跟你留电话。嗯，我跟你讲啊，以前我一直到我现在治病也是，我帮我把这一个重症处理好，我就会消失，让他找不到。你心比较深就痛。还有我再痛的时候，你自己。我曾经在慈济掌部义诊，有插在这里。我因为做出一些很特殊的现象，那些师姐好了，就在慈济中保局外亮。然后这些师姐就是每个人，因为他们这些师姐是不是很善良，他们去医院啊、住宅啊，对不对？接受病人。你也会带那个，他们就会拜托我去，我就然后我就根本就不用工作，自己在用啊，其他病人都不用帮了，全部哎，文诊这边有啊，还好吧，借我一下，问啊，就发名片啊，说要治疗，没有，我不要钱啊，但是看出来都要用，有人会赞助我，还没开始，对，一开始我没想到，文职的，好，那么。帮了一个，快没钱的时候帮了一个病人。他那是算哪一张吗？就是刚才说的，没钱没用，没太好就对了。我没有要跟他要，没有啊，哎，钱够了，而且还单独开票，对啊，就没有花时间，不行，就是在哪里，就超痛的位置，他没有金额，但所以要有给他。还有富隆岭呢。一般这个懂的不懂你也啊，不老师，我是哪个懂？知道有上去的话就可以。啊，这两个有，太好了，谢谢。这个唱好了。我北京在这里好朋友，怎么变了吧？他就他女儿的师兄住在台北，就跟傅老师一起，他带我去帮一个病人，10万，就给10万。无人给啊？无啦，迄档的啦。伊就一直扫袂好嘛，我来拍起入去，3天吧，他就开10万，他就这样。然后接着带我去澳门喝酒。你有没有带线？那你去澳门干嘛？玩了3天哦。什么哦线？哎，总没有。澳门有什么好玩？主要是你会带线，这个线。他有不同的人。那个啦，他那有找到脚我有行动就是有点速派，有点忘了带线了。这阵子有没有？伊迄手举袂起来啊，坐我去啊。结果没有提前，没有缘分啊。所以我要出门了，带这个。他刚好飞到其他国家。是什么人呢？不错吧？这边好喝吗？很好喝哈，喝得很开心哦。很快乐。嗯，谢谢。快乐茶。嗯，快乐茶。对。
频率很高。我不快乐，因为你就是在喝，我不能喝，我还没有。你不能喝。还没有测。哎，我们也还没测啊。喝了吗？喝了。我忘记了。我后面没喝。他没有。我想你不要喝了，算了。哎，他会要留给他喝。我先走起来。好好好。好好好，谢谢。再来一个啊，杨老师。那你的杯子到了吗？杯子到了吗？杯子到了放没？现进。亮的。讲林一，林一，林一的，我不想喝哪一支，然后那个开十万块跟那个，应该是山东的，哎，纪律的军是山东的，对他也要，他要是要打纪律，中医啊，他专门一针，对啊，真的是厉害，叫我跟他多多联系，跟他多多学习，然后他有跟他联络，就是我愿意啊。意思说跟在他旁边，这个就是要连接。你这个喝完之后，然后这个擦了，幸福人头也幸福人再测一遍。他是啊，人家先来先给他先挂号的，先弄完再来。哦，不一样。你安排时间。现在已经到七号了，到六号七号。我六号去了。啊？我六号。零六号。七号浪汉了，就是。不会啊。对。七号。八号是谁啊？八号蚊子吧。啊，哪里都可以做啊。看看他怎么样？什么东西？没事。没事。蚊子没问题呀。对呀。蚊子。七月几号要去呀？十号。七月十号。三天，十一、十二、十三吗？十号。十三刚了。十四号。然后要印台湾代表队啊。哈哈哈哈哈。台湾代表。两个人去啊。就两个人去啊。两个代表。我应该去啊。你应该去啊。是老共的高干在那边疗养的，然后现在干嘛呢？他是气功医院，跟我一样，气功医院呢？全世界的气功师去，他那个气功医院主办的，你三天的气啊，看看，对呀，那我是那个气跟你的气不一样，他们是气功医院，因为我们超级的，这样的人，台湾代表人家讲的，真的，不去有没有？结果你要想办法，七月十号到底啊？不是我想去，真的。十二号要项目好了，你刚刚没有你讲的项目。林老师啊，他去台湾，他那边去哇，有没干部？台湾代表，对，为什么？台湾代表队啊？没有，他要出手了。我刚说有了，我可以做到。等一下那个，你不是团长要来？你要做可以。完了，等一下那个，不然团长要来。我们就不想要出名了。手啊，晚餐了就放手。对，晚上手。在台湾了，还有拍照啊，对，然后再拍照。没有，我放在手，他一边就在站着，他站不住。咱基本老歌手啊，对，但是咱基本老歌手啊，对不？这边是我的中心嘞，你做的中心。那你走了之后就没有了，对呀。要去谈的，对呀。总之我们就是一边一边。放我们自己去玩，对啦。他也每天都在跟我们老人，对，老人玩在一起。不要。出钱出力啊！要绑要绑。哎呀，你要跟那个刘老师登记啊，跟他登记啊，跟那个什么健身协定对对啊，你要跟他登记啊。我要看你的身体。七月十一啊。然后那病人就是病好的时候就摆一大桌嘛。十一三天嘛，然后我吃啊，我吃干，这个再吃啊，这种你光光吃，你讨厌的，不然就是我吃。我跟你讲过，食量很少。万一吃是上个月来，看起来不像大吃的人啊。听见了，就说麦医师啊，麦医师是上个月六月来，这个月又来了。麦医师啊，香港啊，对啊，香港啊。香港就是他带我们去啊，带我们去啊。可是又为什么他大陆不去啊？他的团长，我老都不去。什么？你要去才有意义。我是。现在要刘老师，你去玩一玩也好。你要接棒啊！我们很久不去了。我没有排的医生啊，我没有排啊。不用排，要排三十天。我是你这有本事就好了，不用排。对啊。你要回去看诊。因为他那时候真的是要去啊，跟那个林老师报名。那一个人要多少钱啊？不晓得，等一下问那个谁啊，团长来。团长，卖一支。可以的。你请教过了，可以吗？上面说可以。马上都要啊。要，哈哈哈！你是这样的。哎，黄医师怎么样走啊？你要不要先来？黄医师。黄医师，你要不要先照？刚刚十年前他已经接触过了。你那边有没有两百？黄医师要走啊？像塞住一样吧。对，我们走了。对。
黄医师啊，这个老师教授可以排气上课啊。那这样表示可以有改善。对啊，有改善，有改善。你看这个马来西亚的，对啊，你要不要换个名片嘛？换个名片。江老师，他要跟你换遍黄医师。黄医师，黄医师，他那边也可以讲一点自然医学，他也可以讲这个十年前哦，就他有接触，对对对，十年前我就接触过了。没有现在，你可以给一个名片。我的名片在那边，我要。我最近三年马来西亚去十次了。是吗？他在找我。对对对对。我去，我要拿医保啊，医疗啊，我。对对对对。黄医师啊，你可以排那里给他上课啊。对，他很快回马来西亚嘛。对，十九号就回去，二十号回去。我问那边下个月的。他九月哪要来啊？他九月哪要来？另外敲时间嘛。哎，对。电话。因为我刚好不晓谁的。新加坡呢？整合的名片都卖来了，跟我谈销售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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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哎，不是给过你了吗？好，拜拜啊，没有拿，上次没给我，没有吗？我没有，你这个都是马来西亚的，对不对？马来西亚，马来西亚。没有打，没有马来西亚，你用微信吗？国际团队呀，你用微信吗？哦，你是用微信，你没有赖，我有。但是没有用的，在国外通常都用微信。我是上次来的时候才放，才知道有 LINE 这一件事情。那有的要收不到。可以加吗？台湾应该可以加吗？有，可以加。他好像有，哦，有微信。刀比较贵一些。啊，对，可以。就很方便吗？就很方便吗？台湾 LINE 很方便，谢谢。很方便的。星际条码，很多条码，很好认哦。嗯，这是宇宙实验室，你摸就知道有能量的。克雷尼。没有给我。没有啊，克雷尼换过了吗？叫什么？有吗？有了，一次来就给你换过了。克雷尼，你的我有。哎，黄老师，你克雷尼奥是星球吗？克雷尼有星球。器官。对，啊，你就印那个啊。对，我就印那个。黄老师给我。我就克雷尼有星球啊。应该是。这能量是来自克雷尼。这一张给我。蛮健康的，你们的能量气。来自外星球。外星球的，克雷尼有星球。那我外甥也是跟你这个同一个地球。同一个星球。克里尼奥星球。哦，太棒了。也许是就是人可能。稍微就是克里尼比较兴奋的。我看过他项链。对，要在绿色。将来数字密码很强。只是你的那个。解码功能不错。还要从事电脑工程。你看照片就知道。嘿，就会知道哪个星球。这个是。老大要从事教育吧。教育训练。听的什么？教育训练。天狼星的。啊。天狼星，老二是他比较热情，克里尼奥，克里尼奥要从事数字方面的，或者是数字电脑，哎，对对，城市设计方面，这方面强。你们家老二，他干一广告，哎，克里尼奥星球，很够啊，你拢会当呼应得到，你那教我，你如果就可以较乖，噶不是？啊，较乖嘞，我跟你讲哦，囡仔哦。都巧哈，都未乖，都未乖，你袂使改当个较乖的公公。哎，变成公公啦。袂使。他听话啦，听话。如果听话，听话，听话，听话哟。你这个平衡的时候，听话是被公公改当，是。所以会转移到别地。你要给他有自己的主见，调的是过程当中，不要限制他的一个现象，这样才是对的。我小孩子不管，念到博士，女生念医学博士。啊，你看伊即摆还阁有什么障碍啊？是自然发展如何？自然发展就开始。哦。嘿啊。哦哦。我第一个，你讲来求救，怎么我第一个边也不该动哦，真的啊。哎，过来啊。然后那手就在痛，你知道啊？我就赶快帮他抓筋。然后伊帮他写一下，老大天狼星，快点。啊？不管了，我已经忘记了。你在看什么？然后啊。我废气啊！我要跟老夫讲。你下家哦。电脑丢啊！老大。下家哦。老大。老大是。啊，你看别别别啦。天狼星。报道三天嘞。老二。克雷尼尔星球。十几分以后就。哎，我们这个星球的很少哎。很少啊。很少。真的很少碰到。既然会碰到。很少，我们这个星球很少。我就没有想到。老二就克雷尼尔，意思我心里就。三千四千米，咱就先听。听众们，听众们，老师，那我呢？我是医生，天狼星。
我也是天狼啊、哦，天狼星，我也是天狼星座，你很爱心，你帮助别人。哎呀，我们同国的哦，你们天狼星的习惯帮助别人，你很有爱心，你愿意帮助别人，很愿意给出。千里心，跟你心很软，我待很久了，我都有在做啊，我妈妈都有在做啊，会病的，稍微盖一下，然后去试试看。啊，我也不知道要碰哪里，要我了。你是哪个星球的把柄的机会？你有没有卯宿星？肯定有卯宿星，变成卯是哦，想聊一下卯宿星，我就开始一直试。那你很宅啊？有啦，这可以对天狼星。咦？那两个感动哎，你蛮需要是吧？我是卯宿，所以教训你就来。来，你看，而且你自己，其实你也没有。外面谢谢，天狼星啊，是哦。我外面谢谢怎么那么不幸跟我？我礼拜天呐、啊，六日蓝怀恩呐、啊，他帮我安排，甚至以后我们就是那个科波拉是不是、啊？老先生科波拉，外国的科波拉，台湾的代表，六日跟我见面。OK， 好，来就是来见面。我现在刚打电话，我哎前几天我才知道这个信息，你现在又讲了，所以新闻不是报道。他说你是天狼星，你是天狼星，什么是天狼星？天狼星就是灵魂从那个外星过来。你其实哈讲一个星球也不太准，我就要看你的生命天文难度啦。有的人待过两个、五个，现在我待过很多星球。啊，那你现在你呈现出来就是天狼星的能量。之前有人说我是什么星呢？对，日本人讲的，我帮他治病嘛。是是。他就那叫什么星？不是天狼星。你也待过卯宿星。你也待过卯宿星。不是卯宿，他讲的不是卯宿。对对。因为要看你的生命天马难度，因为他们例如他们来上课，都会画出他们的生命天马难度。我就从里面去解。每个人一样，仙女座、处女座、仙女都很有爱心的。那天狼星有什么特征？天狼星的很热情啊，很愿意帮助别人啊，然后生命能量是很强的。他看起来很热情，做星座帮助别人，很热情的愿意帮助别人。要帮你啊！愿意帮助别人啊，这是真的啊！这不是你啊！是吗？赶快可以喝了，我现在在喝了，是啊，在喝了，喝了以后可以再测，是不是？那个看有没有时间了，没有时间，顺便让你排队人多啊。对，黄秀贵，黄秀贵，是的。你们上课啊？你上课？我明仔都明仔熬夜喏，弄代志。你明天我那个孙子啊，他又啊又。要带什么去看眼睛或干嘛？对，要回去吧。你说是马来西亚？一九五六。我要低卡进咯，就出来再低卡进咯。你吃了吗？我过来了，没都没没去吃西药啊。不是，你看目睭啦，目睭哎呦。基本上细汉那个会当抓，较大汉就抓袂过来啦。我等一下来验证，验证看看。哦，你有金毛金丝桃啊？哦，每个人都有一套嘞，真厉害。老师叫什么名？这是一个能量指引。这叫形容词，形容词。然后往那吹一个金矿，啊对对对，藏金子的地方，来金矿的地方。左手右手都有。我们可以来做，大家在那好玩。好玩。那我们现在要找什么？钱包没拿到，拿一百。啊，现在要找什么？不是找不是不是，来先求证，求证说这个到底摸一下是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好，另外一个。啊，这一颗啦，对了。这个。很皮耶，刚才粘的。啊，这一颗有问题，本来一样，本来就有问题的。这颗有问题。对呀，过敏，很不幸。你也可以问他。啊！你可以问啊，他在讲了，我马上求证。可以印证啊。求证什么？吸力是不是？哪里有问题？怎么治？好，我哪里有问题？关键你问你要你的那个要非常指令要非常明确，他才有办法。指令啊！指令，那你要问什么？问题啊，清楚。问身体啊。身体健康。比如说肝心脾胃肾，你说来啊。很多人说我肝不好，试试看。看是不是真的肝不好？坐下来了。坐下来，坐席。坐下来。风不太大，没关系吗？放，再放。这样可以吗？风不太大。位置。
你移这个啊，我说奇怪，太怪了，太怪了。我们名片没在里面。好了，这个都没得用名片啦。我们现在最简单的。名人都没得用名片。好嘞。小角色。来，我们现在哈，这个来请问那个宇宙能量老师哈，我们来问一问这个林宇化想要问哈身体的问题，可不可以问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正转三圈，否则逆转。平衡度99哎，看这个，来，平衡度99，看一下我的肝的部分，因为很多人说肝不好，最近受伤，最近被熊抱抱到受伤，被熊抱受伤，被我的学生那太兴奋了，那你等一下，他那个受伤过程要不给他做嘛？对，就是正转，最近的学生发开心了，太兴奋了，过去摔一下，这样子，99的。是好还是不好？然后可能不好的话，我们下个指令，这里好痛，不好对呀，因为这个受伤，它肿起来，这个地方要吃那个绿色的，整条筋都受伤，好痛。老师要吃绿色，要吃最后那个白色的。所以我深呼吸都好痛，免疫受也是有一点点，要注意哈，注意对。然后这个是什么来呀？这个也是喉咙。好你们的能量全部都是超高的，75%，我要去问一下那个老师的教授，程度是75%了，阳性能量很强哦，对不对？75%，所以你该我们这个是高人，都是高人，那你不血压高，其他没有问题，这个能量都是在提高，其他没有问题的，哇，能量都很高啊，跟人一样很高。能量储备也是喉咙已经在用到你的储备能量了，就是你的能量已经是在快一点哦，已经透支了，对，已经差不多透。话少讲一点，这个什么？没盲肠，盲肠，对，这个也是喉咙甲状腺这个部分，然后呼吸系统这个部分，然后我们再看平衡度，平衡度的话也不错啊，这我们要看，哎，胰脏。甲状腺、肾上腺、甲状腺就是不是那个呼吸系统都不太好，不好，比较严重吗？那我就不晓得哪里好嘞。所以你现在哈，这个是它就是参考数，但你给它指越详细哈，它越能够侦测出来。不然我问你最简单问题啊。请问你的话是男的是女的？如果男的话正转五圈，女的话逆转。那你自己检测五圈，你看请问你的话是男的是女的？如果是男的正转五圈，是女的逆转五圈，请侦测。这个的话呢，其实这个是两性的，男生的。对，你再看这一个，是的女的。那这个东西，如果你们。如果本身就已经会了，不是变性的，你没有测，变性人了，没有，他说侦测出来我是女的，没错，确认没错，我说还好，这个呢，那你可以问他你自己哈，只有你自己知道，大不晓得的事情，比较私密的，默认的，你要问哪里默认？那你要怎么祈求嘞？不是，比如说问他，比如说我跟这个男孩子合不合？哎，我那朋友，我就把他试啊，他不相信了两次啊。我说不是，我告诉他，他说要跟他结婚，我说哈，这个人哈，跟你是不是很适合的？他不相信了，他还等他，我说不要等了，
有一些人是不能等的，你可能是白耽误时间了。然后因为他子女不务，压力不够，所以我换了公厕是参考。我讲我这三百，不参考。你看多你可以相信，你可以。我讲三百，不能百，是三百。我那个要承受的话，他都掉。不是你要讲出来，默默他不晓得。对不对？那你说我要问秘密？不是啊，你问的话，你有问题，你觉得有问题的，你想不想判断？不想判断。啊，我来问一个官司，看能不能赢。哦，那个人欠我钱。这个是自己选的官司。一个那个德仲哈，一个连元人连先生哈，他欠我10万，那一直都避不见。那我现在提出那个诉讼命啊，还有刑事的。有人问说你这钱要得回来，要不回来？对啊，这钱是不是可以要得回来啊？70万。叫连什么？连元人。元旦的元。仁爱的人，连鱼化小姐嘛，要问，能再放进去？他没有债主，没有债主，你就花掉了。这一笔债哦，可不可以要得回来？如果要得回来的话，正转5000，要不回来逆转5000。要下来一笔是不是？不太上面哈。所以大拇指要重测吗？难，很难的。难的。那我可以问吗？可以问啊。要不回来比较好，对不对？哦。请问啊，对于林云慧小姐来说，再要不回来是不是比较好？如果比较好的话，正转5000，否则逆转。对，因为我们看的是有限的，可是我们的生命是无限的。你在那个无限当中，你本来就应该还人家了。你要我吃亏了，对你现在是吃亏就是占便宜，就是这样。从长远来看，因为你不晓得是到底是什么应该还的。我们反而不会。他欠你的话，他现在不还你，以后也要。他以后要还，下一辈子。哎，他跑不掉的。不一定的，因为有的人说啊，我怎么交？人家打很高兴，哇！我可以去享受，就没有几天了，就可能就发生车祸了。对啊，那事情因为他该得的。要不叫新农吧？吃完反正不该得，那边不平衡。啊，因为每个人现在跟我一样，跟我一样，报应的，那个冤亲债主。这样可以释怀了吧？对，你就不会一直挂着说奇怪，妈那教。现在只是尽人事，是，然后听天命。对，天命已经跟我讲了。天命告诉你，他现在已经跟你讲了，不给你吧。只是尽别人事而已。所以，我们现在弄一弄以后可以来 double check 你。嗯。你说，哎，这个真的是不好吗？那个是搞不好上辈子欠的，这辈子要还。对，就没有以后问题。对呀，不管他要这个要到，可以啊，状态要好，上辈子对钱这桩不会出来，转会出来。对呀。对呀，他会显化出原来是对他原本的，为什么要还他还那么多？那大致上还 OK 吗？哎，马上轮到你哟。这不会吧？腰部。每个礼拜二请的那时候，你在这里有哎，王丽呢？妈妈下课，他的朋友灵魂记得不能来，灵魂想。跟他的姻缘是上辈子欠的，对这样的事情，都是受他摆布。讲话要强弱的。如果正确的话是正常，不正确的话是好。对呀，你可以问他，然后哈，好不好？因为这个回来了，这个回来了，对，这个回来了，这个你选了，好了吧？没有，四千，对对，5000的，比较好，5000的，可是也该还清了吧？那你可以问啊，什么时候可以还清？我问他，什么时候会讲？我这连钱你看，这一年后、5年后、10年后，不是一年就还清了。你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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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自己就跟这个纠结，现在他便宜了，现在如果欠他的债也还不还上，是不是今年内啊可以还清？上班了，他也是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正着钱对啊，他也是上班了，对，他就跑出去。自己开车，你可以坐他车子一样。她老公开车载她一个，载一个也可以啊。啊，真的啊，这是也弱的。用了这个之后，你的能量的养护是焦虑是提高的。你讲之前的疾病是温江嘛？养护院就是。那我们再问他，两年内可不可以还清？要问他现在是软还是硬的讲？要请一些护理人员，需要跟教练有影响，对一下给他知道那个。今天晚上你就再问他去，是不是民间西路那边？去年要是两年内他上过对，健康状况来讲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其实是有一些改变。现在你真的真正的那个，可以说是你身体真正的那个比较弱。现在上到卫生间的话，就胸腔，胸腔可以啊，跟他写就很厉害呀。就是被风吹很轻，被爆死，好不好？就是那个，我还蛮真的，在为一年对呀对呀，所以我们觉得很痛啊，心脏很痛，这里呼吸都很真的，就是说手法跟他的朋友，我还蛮紧的，对呀，对，你跟他再要长的贵，这就好了，就这怎么样？是否在一年内就能够？这个如果可以的话，应该这样讲话，我超痛的。我现在呼吸还是很痛，连这一条都痛啊！就整个都痛了。我下期好像是来哈，现在蛮紧的，现在调啊，才会贴这个，很痛。一年内还要呼吸，要来，后来找教练的，所以对，试试看嘛，对不对？因为这地址可以量化。我现在给他说那个五圈，那我也可以说十圈呐，我可以就十圈。太准了，对，真太久了。对啊，所以我们可以那个。上面被人家欺负了。正常是4852就对了。好，来，我们换来针对他，好。好，应该是55是的。那针对你要看他的肝脏如何，比较好一点。你先讲了怎么会准？不会啊，因为我刚刚又是肝脏了。我刚刚又去偷喝啤酒了。哦。那个人家都认为是我的肝，结果肝断裂了。来，我问问看一下。对啊。你问一下是吧？啊，更痛啊！请问你做能量导师吗？哦，好痛！政策林明祥是他叫明线还力，可以画更短三天，对哦，还是玩一语道破嘛，明线还力。有在折了。没关系，因为刚刚气也在调过，我调过是比较好一点点。然后现在吃了这一颗之后，他又给他先搬出来，哦，好痛！先生嘛，这个痛过去了又长才会好了。就这里跟这里。这个位置没办法帮你调整的了。目前肝脏的这个状况，刘老师好的话，满分，100分，好，正转1500分，否则逆转，好，请开始侦测。因为我是想，假如是逆转，看吧，看着在我们，你要走了吗？没有没有，晚一点点没关系，我6点要走。六点要走，六点去。这是逆转吗？好，帮他们弄好，谢谢，感恩。刘老师，逆转了，可以谢谢谢谢。哎呀，好，谢谢。大姐，你来了，帮你了。啊，太好了，都是大师。我不是大师，我叫蚊子。因为他这里不是，我不是要碰你那里，你坐这里的。我要坐是不是？坐我这啦，然后可以开玩笑讲聊天。是吧？这个鞋子踩在这里，我可以告诉你啊，看张一健他很小心了，1947是七圈了，现在看他，要很小心了，来喝酒，10月，那个人生要快乐，已经十几圈嘞，17，逆转了，就表示他去很久，没有17就是快死了要去了，是不是啊？一位梦的。一位菩萨，我哪知？我给你解一下，我给你，大家可以参考看看。我肝脏嘛，不好啊。对啊对啊，你喝酒吗？没有哎。没有啊。没有，我是吃药，可能我之前有吃。他们都是天狼星的。药，你知道是一个天狼星。伤肝伤肾。对呀。所以要肝肝肝越差。没有嘞。那肾脏舍不得吃，就洗肾了。我会再来，你不用闭眼睛了，你就聊天，都不用。
线，真的要怎么办？不要那么靠近，还不算是电。我们现在国内信我则得健康，我不是我了，不是我。信我，我是我不是。我们现在要正确的概念，对不对？那因为你信不足，我帮你调嘛，我可以。我现在隔三天，你不要明天的时候，你手一定是冰凉的。对，一个礼拜你去找，掉还好，你都不要讲。我然后你旁边的人会讲，哎呦你怎么？平时我状况起来，我给你剪刀嘛，你放不下。看到是不是？你看你这样子，挺顺顺啊。啊，刘老师你。你吃好了？没有了，他指甲太长了，指甲太长了，他剪指甲。我打工也剪。那我也要剪指甲吗？对，太长会顶到啊，顶到就不对了。那你再试试看。你稍要稍微翘一下。稍微翘一下，对。不要这样剪。还是剪比较好了，快点。这个它没有作用的，其实它是。你要问什么？那我问你。你要问什么？我是要那个。你坐那边，坐对面。你舍得坐对面？舍啊。舍得剪，看到你怎么会不舍得？等一下，你这样子，对不起。你要问什么？那我想要问，我想答。如果退休了，把工作辞掉去学中医，我知道这样很好，这样好不好？你是在蚊子后面还是前面？我叫什么大名？在，我叫刘老师后面。完了。我他还没完呢，他还在剪指甲。好，谁要剪？老师，谢谢。咦，我也来剪指甲。剪指甲可以做什么？他说要测那个指甲太长啊。哦，不能测。他有21个指甲哎。真的？说什么？你是男孩子名字，我是女孩子名字。这21个。我们你在讲什么？我们手10个，脚10个嘛，没有，还有21个指甲。真的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叫神姑？好多了。很好。不要吃药就好多了，剪指甲就好多了。他这个是有。SGS 认证过的，是更有效。了解啊，它里面好多了，不要注意啊。以前发挥过大功效，一定要把指甲剪完吗？那吃药最近那个台北医院哦，每一个人都给他吃在哦，SARS 期间没有感染，全年没有感染。哦，还好上个礼拜剪，这个是我希望的。干脆都剪完了。我之前有一阵子在，就说这支要超过这个，我现在参与牛樟芝，我们跟生物系中心在合作，你要菌种，我可以送你。假如不超过牛樟芝啊，你有啊？还有，那个牛樟芝小朋友在玩，你的时间好把握。在家里植菌，真的吗？你没有木头吗？你没有吗？那你有木头？你没有，我也有啦。我是说我没有那个木头啊，牛樟芝没有啊。现在新的不用放木了，再培养您就好了。4个月就有那个疗效，平均蚊帐啊，放木还好。你哪里来的？放木已经过时了。你哪里来的？没有来源证明，一小块去植菌，一大块的邻居闻到啊。我也要，好好香哦。我很喜欢牛樟芝。上次我吃一口，他跟我说这一口2000。我讲的是木头，我还有那个红心牛樟哎。哦。啊。我现在只偷边讲。红心牛樟是我们的。官资啊，你那官资。没有啦，我朋友送的。那不是很贵吗？如今送给我们，然后他一直扣在那边不给我们。哎呀，这么好，关心的，不是关心关心那一点。所以啊，你看嘛，你看嘛，我测的准不准？我讲，我有帮他治病。我家治病我不要钱哦，人家都会能量交换，人家都会送我东西。牛樟芝对肝也很好啊。蚊子，我有个想法，你能不能找得到？牛樟芝被雷打到的树。哦，应该不难啊，因为它打到它会一直在那里碳化。对对。阿里山，那还是你要把它弄下来。阿里山那个神木啊，你就是弄不下来啊，刘老师。没有，拿小块就好。他是。还有溪头也有啊！你问到最根本的问题。我从小他台东长大。你看，就问说，你现在这边上班吗？我的表弟他们就是啊，你想要中医在那时候叫山东中医，对不对？日本时代所有的牛樟在哪里都好，你就卢老师。是秦建明小姐，她想要技术打出来，开安德联合诊所，西式中医，要学中医了。
是我你等一下再去照镜子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正反三圈，否则你不能大概两个了。他等一下有没有？不然他暗嘛哈，暗沉哈。等一下他会开始一直亮起来。林建平，林小姐，好，可以问啊，好，你要问洪德养护院。去那里好不好？要问他。没有，先问这个第一题。对，这个厂也是有关系的，因为我上次就是有这样子的，然后那个建明小姐想要问哈，她想要辞职，啊，在安德莲或者黄德阳医院市中心要去学中医，好不好？如果好的话，哇，太好，正转。一圈五分，满分一百分，请开始侦测。我讲的比较快哦，你的肋骨，肋骨有一边有受伤了，以前的，有没有？你慢慢想。是。在下面这血压高，比较低的地方是很上面。这不光是因为刚才每个人都很高。都很高。对。我都是秒杀，十秒内。讲电话也是，还好，因为它会跳动在我身上，对，你会跟它反应。一滴完全不跳，我都打够。我一开始都不讲，我一直，哎呦，都是这样，我才开始讲，然后哎撞不撞，然后我才敢讲。他以前不知道我可以隔空断片，因为我很确定我不敢讲。所以这个就是出现。然后你刚问什么？去宜兰黄德阳医院，他帮我介绍工作，这些已经有没有达成这个？他不是要去学中医吗？他说那个是那个老师很厉害。换工作啊，他也可以跟他学中医啊。我也可以去啊。好，你要去吗？陆正明老师啊，黄德阳医院，秦建明啊，想要到宜兰黄德阳医院啊。护理人员，他没有正转可以吗？正转一千五分，满分一百分啊，若不好再逆转，请开始侦测。我刚刚在讲他，他跑这里了，就是你。信号东西跑出来啊！信号这个，他那有东西跑出来啊。然后你这里也有，还足部的这一段，应该算是肌肉群的筋，这个目前知道的是这样。是眼睛，然后左一左。啊，我们天狼星的肝都不太好。我不知道哪一只手了。因为你们每个人都是都很高的，人家都很高，那叫你慢点调。你看，说要去是这样子照顾他，说 OK。以前我都好玩，但你要学中医哦，第一你也没记住，第二你学中医哦是要干什么？要考试呢？你就知道吗？不是只有想学着玩。你如果想学着玩，先来念念《黄帝内经》嘛，我倒是真的。你学中医那一套，你就问那个刘老师他。这个只能好是因为我快毕业了，需要很多时间。热疗去舒缓啦，这个不是病，加强的，可以啊。那如果问不要辞职好不好？奇怪，认识我都会发财的，直接问。宇宙能量老师哦，这个秦建明那个在安德联合诊所，不是他如果不要辞职，他很自私，不会发财。如果好的话。这么小的这个人，一千五千大姐啊，一百万，我们是林信中青会啊，对，他如果刚刚都已经转过了，狮子好的话，他刚刚问我啊，这个手指的来，他问我的事啊，讲这个手指的话呢，如果是会的话呢，那就一下看得出。他是乳癌，我认识他是一开始是乳，他一直咳嗽，你就不用讲了吧，那个照射，我的认识人都是治病认识的啦。他旁边的女人全部都是有病的，他的意思是这样。其实他刚大哥没有算出我的病啊，我是有精神病啊，因为治病不要钱。对了，我也有蛮严重。你也治病不要钱了？你们两个同病相怜。出来都没有收钱，你还想吃？但是如果是他吧，如果是好啊，都是好啊。你刚讲那玩笑，我们正转出来不要钱，然后他会笑死。啊，逆转的话就不要辞职嘛。不要辞职，自己痛。对，所以不要辞。自己痛，不要辞。那你学中医不辞也可以学啊，自己要记住。没有时间了。刚刚那些都是。时间就是把零存在我的脚。好吧，就这样吧。哎，我这条筋都已经很不好了。右手。哇，不好了，问出来不好。两年后可不可以去云游四海？可以，现在就可以去了。没有海了，不行，不能这样子，就
对我还有牵挂。哇，好了，还是说不管他，不管吃了吗？刘老师吃了吗？哇，差很多嘞，九十几岁了。他叫我不要吃。我的老丈母一百岁了，真的还在啊。在餐馆。对呀、啊。就去那个养护所，马上就逆转。就问说，我以后可不可以那个去？我可以，我告诉你，一定可以的。真的吗？只要你有钱的、啊，你往生的就可以了。你闭嘴啊！好，宇宙能量老师。好了吗？请侦测女羽化小姐嘛，她两年后啊，有没有热热的？去云游四海，出国去玩。没有热的话，我不是给他热热，老在打穴位。分满分，打穴什么热？如果不行的话，逆转。痛不痛？痛。痛啊！我也很痛。你很痛。给他治疗很痛。真的、哦，看不出来手就很重。他就不是你手放在你那里就受不了。不是，因为你如果有不舒服，那个地方的就会痛。穴位会痛。啊，有一天你自己按了不会痛了，你才不会好。所以你有自己也可以按。哎、欸，你怎么那么会按啊？好厉害哦，精准无比。哎、欸，刘老师，改善很多了。再看一下你那个有没有脂溢线？他就是吃了吗？他本来有脂的，可以。啊，就是现在两年，真的吗？还有牵挂。可能吧。有啊，就是他刚刚说你怎么样？万一要拖得久的话，你然后就是受伤了，这两天就是会跟。我们也不能说这个地方磨，被弄到受伤。我看你等下再去吃，就不一样。你身体的癌细还有那个癌细胞。哦，我不吸的时候，就是。后面那条请问宇宙能量老师，侦测女羽化小姐目前身体的状况，是否还有癌细胞？如果有的话，正转1500，满到100，就开始侦测。改善很多。右边是的，这边还有哎。哇哇，好好哦，一条线。只是太大颗一点了，太大颗一点了，跟老一样。能量很强，这边的老师能量都很强。对，这边的老师每一个都是。超强。对啊。25。对。还有28。还有20。说更高了，你的能量。超高。要非常。能量都超高。对，不错，你能量也很高。为什么会这样子？我们能量都很强啊。这个没有什么。所以这个东西啊，它只是工具了。我还好还好，你要问他什么？问的越清楚，他当然没有超过你的能力。我到医院很大，这样干之后，你说你大概90，你有超过对不对？这样有没有90去抢人？92、48很好。没有了，算什么？九位宇宙，我是49，对不对？我从我啊，中奖啊，一条子一条回来。我的病人有肌肉了吗？什么都有，然后也转了，国外的还有好多深色的，日本还有癌细胞，也有啊，前主席也是那边的，正转一圈，有分，然后100%，请开始政策。我都没有听，我不会去记录的，这么多啊，那他们会找我了。那你做能量好了，好有爱心了。哇，太多了！真的工作对的，我以前是大老板呢。好，谢谢了。现在有90的，只想解放你，是超人，可以竟然可以救人。六号的，六号的。你不在问，不然你先来。我先来，我是六号。打电话就有钱了。他这还在以后。是啊。怎么说？他在问。你缺钱，我还可以叫我的朋友汇钱给你。啊，这种事情。以外哈，我已经到这种程度了。比如说你有难这样。你就借不到钱，我再一通电话，然后好，等下会，不是我要用哦，是别人要用，这么好，所以你我的病人，我的病人也会有那种碰到经济问题的、啊，哇，真好，太有爱心了，80%，我真的以前还没有，尾段现在这个阶段啊，一通电话就有钱，不是我用的哦，我要用啊。我想就让他就这样子。那真好，难怪，难怪我们这样呢，因为我这有依靠，我靠重，有依靠，我们那巴西蒙，行走江湖不免惊，有依靠了，那你现在做的事情哈，有依靠啊，水空气阳光，放开一切放下，到100000，外面空气好一点，晒晒太阳，运动快乐一点，心情快乐一点。我会问他你要几天啊？你不能误导人家哦，每天都放轻松，对啊。然后回来时间，你再来，你要他再给你，嗯，对不对？来，你把它断完了，我再复验。没有，等下用那个刺，我让他去刺。太好。到时候要做一件衣服，又出去比赛，去大陆。再一次，再一次。我其实呢，台湾兜一圈了啦，哪边有高手，
我就去跟他交流，希望能够一起去义诊。结果我去的时候，我发现没有高手，不是，不能这样讲人家，是他的病人给他治疗过，啊，就都是所谓的推拿，哦，也不是推拿，他也是有靠他的手震动啊，用特意震动，啊，哦，不是我想我要的，我也是想组这样的团队，我们要去义诊。来，我告诉你哦，这个《黄帝内经》哦，它是个指导原则，百病其瘀啊，就塞住了，塞在什么地方就是什么病，嗯，对不对？所以要打动气血水，能够想办法，有什么办法打动气血水，让它通了，你的病自然就好了。嗯，但先决条件就是你的骨架要正，嗯，因为你的那个五脏啊都挂在上面，如果是身体歪了，它这个地方弄，你再怎么弄，你再弄，他还迷信呢。我和那么多病人哦，他是唯一一个说什么他的师傅说他等我五百，哎呀，你闭嘴好不好？说等我五百年呢，来测试看看啊。没有，还要问呢，问真的假的？看看啊，你的手不要歪来歪去帮他哎。没有，我弄了，我不用歪啊，这个歪也没有用。大哥改天要黏住，然后问你有没有，才准。那你帮他讲话了，哦，烦死了。没有了，这个很准的了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这。形容棒，降龙棒，形容棒是那个杨浩的吗？降龙棒不是那个李亮成的，李亮成的，气功大师，不是啊，能量大师，能量大师，那他也是在我们这边的会员不是吗？对啊，那他很少来啊，他比较忙，他在大陆社会，好像两个非常有钱，一大陆大陆叫阿妹啊，来你去行行嘞。楼卡行行，你本来乌吼，给你个白。我告诉你哦，帮人家治病哦，会惹上哦业力，不会，冤亲债主，运气越来越好。不是，我跟你说哈，洪赌昌每抄案，洪赌昌他是幕后，我也幕后吗？我是帮他治病，认识他，不是我跟他做美钞。喂，他是教八极拳嘛，老蒋是会长嘛。哦，早刚刚迟到就我跟他一起嘛。现在展现的。然后故宫举起人，故宫的管理员，然后参与其中有没有？也是我的病人啊，他要被抓的前一天中午，他也在旁边。报纸不是超高的，他叫我去帮个病人，反正我跟他是帮助行为的，他朋友证明，我跟他们都很熟。喂。现在全部放出来了，然后可以请律师了嘛？解的嘛？然后说那个美钞啊，我也是假的嘛？那假的是银行不扣住吗？拿出来过金，就是洪赌昌叫他，假的叫他过金嘛？不敢过金啊，他是真的，因为最后一笔200万太多了。好，那是什么笑话？兑现太多，$200当天他们兑现第4次嘞。你怎么会在第4次才说是假的？对，前面干什么了？而且他是他的侄子啊，我们以前不是有所谓的甘蔗版的安年纸，从二次大战一直到一直到民国，现在是美金纸嘛，只要不一样嘛。他那是民主制度，我靠你啊！美金，我靠你！他当蒋经国的侍卫，也当单位的侍卫。我靠你！那个胡锦涛秘密跟李登辉见面，是谁去安排？就是洪教官嘛。这是你的。老板叫他去办事，拿着东西去办事，他当然要办啊。你想要问什么？啊，检察官，你是老年轻，什么是民族资产，什么是地库，听不懂。他们去大陆吗？现在出来了，9万块交保。他如果是幕后大那个伟超集团的头，他怎么可能9万块？不可能。美国早就把他押去联邦那个什么 CIA 就押走了，你们做美超，跟他在一起啊。然后他也是跟我要做那个老人，他认识很多眷村老人都很辛苦。对，他也是很正义的人，射手座。嗯。然后这个就是最外面哦，其他都还可以。63岁了，还很壮，还比我小哎。他们记下来吗？八极拳。我也是打八极拳的。他，八极参披挂，神鬼都害怕。龙秀会小，洪赌昌啊。那可能我们同一个师傅，他是刘云桥啦。哦，不是，刘云桥是最源头师傅，他是刘云桥的蒋经国的贴身师傅。我的师傅是潘文克。我师傅姓潘。喂，哎，刚刚是蒋大哥，那你知道我听啊？蒋大哥，蒋林毅。所以我要去探讨这个东西。
哎呀，对啊，你都用那个在看，他也是癌症，也有他的。秀贵，你讲啊，两条想要在7月10号到大陆去哦，去北戴河开气功大会，我叫你去行路，你不要嘛。我对吧？然后啊，你讲未来，慢慢不能快哦，慢慢你的脸就会是开会哦，不会那么黑。好，请能量老师，干嘛呢？我先去补充能量。好的，我不知道也点多少。正能量就是缺的，是补充能量。我以前是说，我都出去呼吸新鲜空气。好，你们的空气不？我帮那个美生会。那美生会，美生会陈启芳嘛？我知道。他之前已经，后来还是挂了啦。后来没有空。林老师，他本来只能走一圈，肌肉萎缩。林老师，做的这个，我可以让他走两圈啦。就是用这边的力。他老，我每次出去，他老婆都说你去做呼吸治疗。不是抽烟，呼吸是。你陈主席哦，麦老师吹口哨了。结果你讲的怎么样了？那个安养中心呢？自然医学的怎么办呢？什么时候开始啊？赶快赶快开始！我等下再跟你讲，地已经超 OK 了，中心会复工啊，他有100多米徒弟挑一点嘛。你自己看着办。他现在有一笔啊，他有跟我讲，他是7号上的。我现在在那个，就是我现在的主事啊，工具而已的，100多平，我们在我们这样子，我们这样子一起。林老师，你该讲。好啊好啊。林老师，你先走啊。你该讲给我啊。你不接你啊？红肚腸，红肚腸，我跟他们也都很熟，然后那个调查局的，然后七海的，现任的，他退伍25年了，可是他还是在那边担任教官。那个什么小英旁边那些都是他的学生啊。嗯，后辈。喂。长好看啊。这个银子自产了。我看过整套的，他那个哪个派别什么什么东西？哎呀，我要叫伊，伊都吃较好哦。你看，看小等下袂晓哦。那些东西哦，参与的，你知道吗？到最后都会没有下场。对，因为他有一个小组专门是在那么清那个。你要当医啦，当以后再往里啦。其实那个清的人，那些细胞我都治病过。多神秘，我都治病过。什么帮派老大最大的都是我的病人。讲的多神，都是有病人。什么？他们说，哎呀，那个什么，雾峰林家有30万张马克有在华南金控兑现，他们开始传谣言嘛。我马上去找雾峰林家的现在的主持，就是林振林。然后他坐我旁边呢，他带我去找他。我说大哥，你右边的耳朵有问题了。他就看我，他是医界联盟现任主席啊。他说你怎么没有把脉你就知道？我说我不会把脉。我就不用把脉，我不会把脉啊。然后现在林明诚，我在主庙义诊。林明诚啊，我们是灵性中心会，我在主庙义诊的啦。那些头都认识，一问，大家外面传的都是谎言，一次就破，骗不了我。你直接去问那个。我会有这样的缘分啊。对对。好，下次要好好的请教。没有了。你要做那个安阳。你看他的脸是不是白了？你看。本来很黑，有没有？是不是背起来？哎呀，好漂亮了！有谢谢啦，大师。现在镜子真的，有镜子麻烦你们。你看他脸白浅，但是后面还是烫的。哎，后面还会痛啊？你怎么这样治啊？我先让他的气循环。没有啊，为什么后面还会痛啊？没有，经络是大哥的，不是我的。不能抢饭碗的。筋骨的问题，大哥的，我来治你的。大家共同努力哈，互相疗愈。大家要康乐子，互相疗愈。问李老师，安那改善？李老师，我后面痛。痛衣服聊一聊了。衣服穿掉，脱掉。没有没有没有。去诊疗室里面的。去里面嘛。诊疗室的。嗯。那个躺下去，几分钟就好。你先过来，变白了。变白了。变白了。你们去照镜子。有有有。因为刚刚哦，你跟那个非常的姜老师来了，连呼吸都痛。啊，那你看是吧？马上，来来来来，那个去
是麦医师要休息，然后消炎，没有人听，没人接，没人接，他一直。对啊，就是那个很痛受伤。我原本想要跟他一起来，就自己那个是电话也不接，马来西亚的，马来西亚的，也是这个两方的一个讲师。哦，欢迎。我安尼迄个吼，一半这边。你好。那他现在住台湾吗？还有那个大姐，跟你一起来。治疗我。中国话。是。他不断断过来。是啊。我现在看不到。定居在。体力好的时候我一踩，我不一样的可以放。放对啊。那个别人接触的地方有，他觉得吗？新机会没有。整点。那你要讲。反正我的经验是这样。啊。我的补丁就是。他在哪里？他在重点。牛肉吃多一点，然后晒晒太阳就。他找不到地方，他怎么办？他是整点。他在哪里？不是他，我是你在哪里在讲地址？他说在一个酒店的，酒店比较大的，餐厅，因为太痛了，刚刚很黑有没有？对呀，就很痛，太痛。因为你的黑跑去他那边了，餐厅里的住到这边来了。没有，他本来是加倍，他是变白了。你可以，这个网络看起来都是相对有变白。我讲了，不能这样，对不对？不要那个，多多调几次哦。人会变年轻。好，多调几次，好，那一天可以调几次。一百，你要跟他一起去大陆啊，就可以啊。对啊，又调了嘛，你可以跟团的你晒。你可能没看。我回去他的两只手一起动，两个小时啊，是，给我两个钟头去一整的时间。那是五千两个，那个小三店，不关在那里。